可以啊，比失恋还过分呢。起来，起来。起来，不就是一次挫折吗？你至于这样吗？你进不了烈火神盾，那你用实力说话。你告诉熊阔海，他的决定是错的，不就好了吗？我对烈火神盾不感兴趣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起来，起来！你能不能振作一点？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？你让我关小弟看得起你，行吗？看着我，看着我！你能不能振作一点？你像个男人一样，行不行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我做不到。以前，我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我不断地逼着自己努力，让自己不输给任何人。那你就当是为了我重新振作起来，不就好了吗？现在还有用吗？不管我再努力，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了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你除了我还有其他人，还有艾玛，还有兰兰。我没有。你是我生活中的唯一，除了你之外，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。小弟，我真的非常喜欢你。你能别这样吗？我们能像以前一样做哥们儿吗？回到过去不好吗？你这样我真的有点不太习惯。不一样了，回不去了。这有什么回不去的？咱不一直都是哥们儿吗？有什么不能回去的过去啊？以前我从来没有说过，你也没有机会拒绝我。可现在我说了，你也给了我答案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别说了，你走吧。但是你现在，你真的不用劝我，我一个人可以好好的，真的，相信我。我现在请你离开。啊？我还以为你会拒绝呢。这是公事吗？我也没得选。